快点，是不是兄弟啊？啊，主人你好，我是韩梅梅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你是韩梅梅？是我。那他是谁呀？照片啊。吴夫颜色都变了 ，P 的吗？哎，等会儿你干嘛去啊？你不是要为我服务吗？我觉得你挺好的。我去！华子，别碰我！华子，哎，你别碰我！我都疼。哎呀，好了好了。学姐，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哦，学姐请进。学姐，你打工的事真的不是我说出去的？我知道，是我们店里的一个前同事发出去的。啊？为什么？他偷店里的钱被我发现了，我告诉了店长，店长把他开除了，他从此就记恨我了。真不是个东西。但是发生了这件事，我其实挺高兴的，因为我没有想到你会为我做这么多。应该的，谁叫你是我学姐呢？你只把我当学姐吗？不止。林凡，你站起来一下。嗯。